是人的风景，但是现在进香的途中没有人，真的是很纯粹，很正，很赞。我们依然在香路上，现在目标是圆场，没有人，依然纯正美丽。纯粹还是看得到人行为，刚刚有人给我头灯闪灯，怕我们今天晚上的夜路待会要存一点粮，因为急行军路上吃的比较少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来我要迈入人群了，前面都是人群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路上都是人群来的。 Go， 加油，一起加油。刚刚插秧的稻子，所以才会看得到倒影，好赞哦。气球娃娃也上车了，嗯，我比气球还厉害，我又要说，我最骄傲的偶像就是自己，超不要脸的。但是这句话会让我有前进的动力。好，我们的蒜苗缺水，所以我们香客来的时候应该要省一点水。有的时候我们上洗手间，像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小号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冲，除非是大的，那么一起冲的话，那这样就可以帮居民，方便我们的居民省一点水用。其实这个应该要倡导一下，否则他们已经给我们方便了，那么我们自己还要一桶一桶水冲，觉得不太好。要珍惜水资源，尤其是南部缺水。好，随着我的镜头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鸡蛋，等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的。冒烟有看到吗？因为他们好，我们比较晚到了，但是我们路上还是有等吃。真的太幸福了，还有人问，太幸福了。早开的木棉花，我看到了原长乡。我们今天的目标，下一站的目标原长乡。好，继续走。远方的苦楝树刚刚好花长一半，另外一半是绿色的，真的很神奇耶。样子是整地，我是外行人，我也不太懂。这部分是整好的，我要来了。
现在自动化，全部都自动化了，秧苗收成，然后上轨道。都是秧苗，收成，好辛苦哦，辛苦你们了，粒粒皆辛苦。好，继续走，我们有我们的目标。我来了，妈祖，我来了。看，这个是洋葱，这是洋葱，这个洋葱是这一片都是洋葱，没有栽，所以已经变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对啊，它已经长大啦。对啊，妈祖我来，好可爱哦！
我过来，他这个不一样，如果过来，我感觉就是一样。